没有。这个是电源等开关，好，这一个是那个等它会控制这个网纱的，就是可以会把两条纱有一在一定的那个气压的推动下会把两条纱捻在一块，好，只是辅助作用啊，并不是真正的网纱起到辅助作用。然后这个是开关，等下我们开的时候打的时候它就会用到，两条纱会往里快去捻一下。这个有开的，快十眼，在这里绕两圈。让它等一下搭在这里就可以了，好，搭两圈，然后我们这样直接按启动就可以了，好，启动，然后现在就开始在吹这个纱，它就在吹这个纱，它是吹那种比如地毯丝两条往一块捻的，那个给予一定的这个力气，它只是个辅助功能。